不同的，就是相当于档位，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如果像芝麻一样的这个大小，它就是设置芝麻档，芝麻档之后我们比如芝麻档是40档，我们把这40档位嵌入到这里面，你如果点这个按这个按键40，其实你就是你点这个按键，然后它开始的时候就是按40档位进行运行。啊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频率的一个概念嘛。对、就是，如果用户需要，可以再增加或减少。就是啊，就这个是固定的，相当于就是芝麻的话就是这个档，但是如果说这个如芝麻，就像芝麻一样大小。对，然后如果说就是，虽然我选了这个，我也可以到时候再手动调。再增加减小，对。就是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功能，只不过这个是预先设置好的。对。啊，明白。这样的话就根据用户就不需要再来回调节，因为用户调节的时候它也需要时间的。就我们一个测试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功能加进去。对，就是方便一点。然后这个就是